在潮汕，冬天吃火锅能有多爽？牛肉火锅是潮汕火锅界的领军代表，一头牛能分解成25种肉，不同部位、不同涮法带来的专业感，让吃牛肉火锅变成一种文化学习。卤水火锅是潮汕火锅界的黑魔法师。 如果与它相逢，只能把心一横，鹅肉、鹅肠、鹅肝、鹅血、鹅爪都得点上。毕竟出黑汤而不染香味的一个都没有。而海鲜火锅则是潮汕火锅界的包租公，清汤涮角螺、膏蟹、野生东星斑、生蚝，大海的味道要吃过很多次才知道。 还有鲜脆爽口的杜龙火锅、鲜嫩的石橄榄土鸡火锅，都在咕噜咕噜的汤水里等你捞起。冬天都这么冷了，还不吃顿火锅暖一暖，怎能对得起广东这难得的降温？